鬼系？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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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OK。为什么今天我又留在家里工作？其实我心情并不会放松很多。九点钟开会，六点钟报告，你以为中间我就没有事要做？我明白留在家中大家比较安全，可是有时候真比办公室难受。想躺在床上，想睡在地下，却发现已经有十个未接电话。我真想偷懒，可我真的要工作。我真想睡觉，可我要接电话。有人懂我吗？有人明白吗？ Work from home 真的不是想象中快乐。有人懂我吗？有人明白吗？我真的真的想正常的去上班。听说有方法可以让天有公道率，可是我觉得根本就是一堆屁。什么工作室不要穿睡衣，什么工作室不要 long FB、yeah。不要装精神满载，不要培养正面心态，最怕就是听到老妈说来来来。